说政治，说门道，董志森为您说出新闻的真心话。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。小董真心话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风和日丽。但是有个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妙德森上校啊、哦，他。 八百壮士的重要成员，他在立法院摔伤了，而且很严重。那现在在台大的加护病房，哦，我看那个高度大概有八九公尺，然后这样掉下来，最主要是哦后脑着地。廖德珍上校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，他们八百壮士。 其实是长期在立法院前面啊、哦、抗议。去年的时候，廖德生他觉得哦，整个中华民族哦，其实百年来很大的屈辱就是被日本人侵略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啊。 就跑去广州，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他是上校，当然是陆军官校了。他就跑去广州啊，去年的四月七号，然后开始从广州用走路的，一路走，走到卢沟桥。广州到卢沟桥有三千六百公里，那各位可以想象，这是非常艰辛的历程啊。 然后不晓得走破了多少双的鞋子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发起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发起一个运动，你可以看到革命军人、革命军人那种坚韧啊、使、哦、命必达的决心呢、啊。我就走走走走，因为他把所有东西都算好了。我七月七号我要走到卢沟桥，卢沟桥啊，大家也知道。 卢沟桥是代表怎么样的意义嘛？那去年民国一百零六年，然后卢沟桥战争哦，当然就是我们跟日本人先战的哦，一个纪念日七月七号，所以它其实是有相当大的意义啊。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一百零六年，妙德生他完成了，其实就是一个啊革命军人。 代表了一个壮举，哦，这是他去年的一个行动、啊、总共就走了九十四天了、啊，三个多月、哦，各位朋友，妙德生上校摔成重伤，在家护病房，我们当然为他祈祷哦，希望他赶快醒过来，继续参加八百壮士的行动。 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啊、哦，已经去探视过了啊、哦，他为啊、哦、这个老兵啊、哦、感到非常的难过，也为他祈福啊。那我们呢、哦，其实周遭很多朋友也互相在传简讯，替他打气啊。其实哦，这一次连改，因为今天立法院开议嘛，为什么会有动作？这动作是因为。 日前啊，民进党、蔡英文他们呐、啊，想说赶快在这两天呐、啊，他们本来是这两天呐、啊，赶快由行政宴，今天礼拜二，明天二二八国定纪念日，后天行政宴会就提出了行政宴的版本，金人金公教嘛，公教已经够了，金人。 新人这一部分送到立法院，然后火速赶快通过。哦，那他们呢、啊？希望说早早通过，最好三月就通过。可是哦，各位朋友，这个被拍板定案的当然是蔡英文的手笔呀、啊。那最主要就是零万亿，但是它里面最不可测的是什么？现在蔡英文。 跟林万丽通过这个版本哦，很多人讲说啊啊，这个版本有有什么代表意义吗？我跟我们朋友讲，原来公教是业退是三万两千一百六十块，对不对？三二一六零这个七这个七月一号就要开始实施了，各位已经时间已经很很紧迫了。公教，那他现在把军人为什么？ 因为他也希望七月一号，当然立法院早早通过七月一号，跟公教一起实施啊，所以叫金公教嘛。那这个会期已经是非通过不可，对不对？可是金人的使命跟公跟教是不一样的，公务员跟老师比金人爽多了，凭良心讲，哦，就说就爽多了，爽太多了，哦，那那你看哦，金人的抗议，他觉得。 我多少个？你们在过春节，我多少春节是不能在家里过？我在外岛，我没有陪小孩一起成长。我跟公跟教是不一样，那我是二十四小时待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不一样。那我刚刚讲的公跟教是三二一六零。现在蔡英文拍板的是啊、哦，认为军人应该多一点，是多少呢？ 三八九九零，90,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？您万一去跟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沟通说，我们现在是这个数字三八九九零那很多人就问了、啊，民进党那些立委就假装不知道，其实都给他们的收腿上面都有讲那这个是怎么来的？这個、就少尉一级，就是我们用最低的少尉军官一级啊来合计。 各位，我们在讲年金哦，有天花板，有楼地板。你家里有天花板，有楼地板。天花板就是最高只能多少，楼地板就最低不能低于多少。哦，这个这些概念搞清楚，很多朋友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就叫年金。是，那少尉呢？少尉一级就说、是、你刚,刚当少尉领多少钱呢？三八九九零，所以用这个做基数有没有道理？嗯，反正他随便抓一个一个数字告诉你，这就是少尉。 出任军官，军官最职位最低是少尉嘛，所以就用这个来。那其实很多人不满、哦、但是各位朋友，我怎么讲这个不重要。各位知道，军公教三者哈、哦，其实他不是政府的当务之急啊。你如果稍稍看一下我们政府的财政哦，你就知道劳工跟 种田的农民哈，他们的保险是最严重，啊，亏空国家最严重，劳工九百万，劳保已经已经迫在眉睫了，可劳工是啊，民进党的选票啊，所以不能动，因为所有所有的改革哦，所谓所有的改革，不管号称什么年改或反年改或什么，所有的这些改革哦，它只有一个方向了，只有一个方向。 就是你原来多的，我要让你变少啊！原来那个我要让你搅更久，领得少，缴得多，你现在要变缴得多哦，缴得多领得少，然后要还要缴得长，时间要要缴比较长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唯一的方向，不管是监工叫龙或者劳，他改的方向绝对是往这个方向。 哦，不管你是任何行业啊，哦，那劳工，因为他们这一年、这一年多来跟劳工有一些对抗啊、哦，那他们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跟劳工有一些、哦、有一些冲突啊。那种田的农民讲都不讲啊，其实所有保险里面，农民是亏国家最多钱的。一个老农夫活到一百一十岁、一百二十岁，还在领农保。 呃，他们不用缴缴什么钱啊每个月缴不到一百块，啊，那你呢？啊，种田很辛苦啊，哪一行不辛苦？种田很辛苦，当兵不辛苦吗？过去当兵多辛苦，你说现在都当爽兵，那是现在啊。过去我们当兵时候也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在过年，我两年也没有回家过啊，我都在部队里面啊，我过年我没回去过啊。那那那，那你讲辛苦？ 你们你们种田的农夫，你还有过年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你过年还还休了好几天假嘞，我一天都没得休嘞。就大家来比，各行有各行业的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凭良心讲，但是不要自己去强调自己多辛苦。那那那谁谁不辛苦啊？但是你看这些哦、喔，现在政府就是我先把军人这个军工教先七月一号之前我要公布要跟。 公教金要跟公教一起实施，这一波先给他过了。这一波七月一号过了因为我把金公教砍了以后，对我选举来讲有利啊。金公教是国民党的选票，对不对？农民种田的农民跟劳工是民进党的选票。那我七月一号通过，十一月不是要选举吗？你看，蔡英文做总统了，无赶快了啦，对不对？ 蔡英文当总统，你看两年之内就把国民党那些把国民党党产怎么样？把那些老是亏空国家钱，然后领那么多钱的那些国民党的余内，金公教，我们也把他砍了。你看大功一件，只有我们做得到。改革的路只有我们做得到。他其实是要用这个来做。哦，他选举的整个整个收词跟部署啊，各位不要被。 民进党很简单的东西就讲完了，小董讲的东西比较深呐、啊。民进党哦，你不要看他很多动作，他所有动作只有一样，就是选举圣贤，选举圣贤就有位置了，有位置以后就有钱了。各位，最终目的就是搞钱哦。你不要看民进党，你说哎，我、欸、有人卸任了，卸任洪士宽现在领薪水多少？部长嘛。 部长能领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十九万多了。那卸任了，他已经七十五岁了。卸任，卸任他到一个公司担任国安什么基金会的董事长。这个董事长会多少钱？至少三十万。我告诉你，前越领越多。前一任的经济部长，因为大停电下台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们你名字都忘了啦。小董有时候在节目都开玩笑说叫什么名字？你说你很关心政治。 你们你们一定记不起来，他叫李四光，啊、哦，李四光经济部长卸任，给他两个职位兼一个工研院董事长，一个资车会资信车技哦，那个那个是管电脑的，董事长，就但是因为都是属于政府可以管控的嘛，所以你只能领一部分的钱，资车会三十万。 工人园四十万，你要领哪一边？他领四十万，月薪四十万，月薪呐、啊，月薪呐、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昨天哦，主机总处发布消息了，说现在哦，我们是我们的工薪资哦，平均是多少？各位全国老百姓，请听听啊，哦，你现在先把手放下来，你不要在那边抢卫生纸，先听小董讲。 我们去年整体劳工在蔡英文领导之下，薪水是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块，平均哦，平均你的薪水有没有这么多？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块有没有？啊，那他们还创造一个名词啊，说啊，因为因为有点有些物价有涨啊，不是有些物价有涨，是什么都涨啊，呵呵他有些物价有涨，所以我们创造一个名词叫做。 实值薪资，实值薪资是四万七千两百七十一块，有没有？哈哈哈，我跟你保证，三分之二的国人没有。我跟你保证，啊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有？因为你去算那种高尖的。好，那我有时候对于这种薪水，我都觉得很好笑啊。这是主机总处昨天发布的。 哪一个行业薪水最高？电信。所以小朋友们，你们天天在换手机，其实很多人在赚大钱。我非常清楚啊。所以小董不用智慧型手机，我就用很传统的。人家讲你这土包子，哎、欸，土吧，我这样电话打，这样发简讯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呢？你们没事就哎呀上网，哎呀追剧，怎么样？一看几个小时，眼睛都看花了。你看过了一个寒假，我们一堆小学生，一堆啊，好几层啊。 眼睛都变近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过年，然后就在家里追剧，然后一个暑假，哦，暑假过年前的天气都是天气非常冷，只有过年那几天好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非常冻，嗯，非常冻，就在家里看手机。各位想想，手机那的画面这么小，然后你盯了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，你眼睛不会坏吗？这用常试想都知道。 你看电视的大画面，眼睛看那么久都会坏的。看一个小画面不坏吗？这是常识。可是小朋友他不会有警觉嘛？哦，那很多大人也没警觉。很多大人，哎呀，网络玩的好开心哦。哎呀，跟同学在脸书在赖上，一赖就好几个钟头，哦，眼睛就花了。哦，就这样了。可是你看看，电信业的薪水十万块以上，那我们的平均薪水。 我再练一遍啊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块。你说小董，你干脆讲五万。没有，我讲东西要很精准，四九九八九，差十一块就五万了、啊，这样你比较好记吧。我们的平均薪水，我们的平均薪水差十一块就五万。你去年有领这个吗？主计总就公布。好，那我现在，我现在要讲的哦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看到了。 很多八百壮士现在号召大家到立法院抗议，因为民进党现在要强行通过嘛。啊，强行通过会不会照这个通过？我跟各位讲，不会，不会照这个通过。你说小董，那那你讲会多少多少？我不知道。但是，啊、哦，现在蔡英文的版本是三八九九零，我跟各位讲，不会照这个通过，会比这个低。 绝对比这个低，好、哦。但是你今天看到了台湾的情况哦，就是民进党他要赢得选举嘛，所以我把主轴拉回，各位朋友，你要看要拉回选举，民进党选举要赢哦。蔡英文先端出一个东西，公教蔡英文有端出一个东西，然后很多朋友就哎呀，怎么是这样这么少？然后抗争。 抗战以后，后来有没有照蔡英文版本通过？没有诶，各位，通过是段尼康的版本啊。段尼康跟蔡英文在唱双簧啊，各位知道吗？蔡英文说我我有给比段尼康多啊，可是立法院通过了段尼康版本啊。各位想想看哦、喔，从民进党蔡英文当总统，民进党立法院过半数以来，有有什么法案是没有照蔡英文的方式通过？只有这个，只有公教的。 连改哦，其他全部照蔡英文的意思通过，只有这个不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双黄，金人的改啊，连改也是双黄。那现在他可以讲说，你看我蔡英文，你看公教材三二一六零啊，你看我给金人三八九九零啊，可是无奈立法院没有照这个通过啊。 对不对啊？你没子抗争啊？惹毛了立法院呢、啊？就就这样，各位啊、哦，这个演戏就要继续演了、啊。所以、哦、我们其实啊、哦，可以看到这个政府他想到了玄机，因为去砍军人，你知道，军公叫三方来讲，以我小董自己跑新闻的经验哦，军人哦，挺国民党的，挺南京的多，南京啊，不一定国民党啊，因为还有新党，还有其他政党啊。 但军人挺男军的多、哦、大概六七成啊，公务员呢？公务员大概五五破，男女各半。教师呢？教师有六七成挺立。我我自己跑新闻的经验啊、哦，教师有六七成挺立，挺难的少，精工教,教是这样啊。但是因为外界一直怪你精工教就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其实教师挺立的多，我自己跑新闻。 然后，甚至有老师在在课堂上大骂马上就执政了，说马上就马上就是猪啊！哦，我我真的讲，我讲那个学校花，要花要发律师信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讲我们老师这样？我说啊，你律师信来啊，你律师信来，你我我就告你啊！后来他有信来我就回他，我说你赶快去告。 按、啊、你用校长名字告或用学校告没关系，我一定反告你诬告。然后他说：“哇，就很气啊！”然后一堆家长就气势汹汹。后来他们为什么不敢告？因为我有录音带啊。他们不晓得哪里去打听。有小学生，他觉得老师讲这个很离谱，他他就偷偷把它录下来。现在大家手上都有东西可以录音录影嘛，他就把它录下来。 学校就活人，我们老师绝对不会讲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不会讲。我我有录音带，我给你死嘞，你你告我，我告你诬告我，让你身败名裂。很多校长不晓得，自己以为现在校长在学校其实也没有什么带头作用啊，你要拼一个老师，教校长也做不了主。可是因为家长很愤慨，说校长都在节目上讲，因为我节目，我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，听众跟观众真的非常多。 一弄下来，马上马上大家就开始讨论果怎么样？他们还去请律师啊！哦，律师还哇、哦，这个构成诽谤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关系啊，等你告了再说。你告了，我就告你诬告。<laughs> 各位，你你今天看台湾多荒谬！但是，监工教无论如何，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是他的，你不能在你的职场表现你的政治。 态度，我是蓝，我是绿，我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职场，你私下私下你要，你将来投票要投给谁，是你家的事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嘛。但是，你今天看到民进党哦，他的做法就是我要选举，我要选举赢，我要七月一号之前我要实施惊人的两改，而且这两改哦不会让你太高兴，可是我的选民会很高兴。啊，你知道？ 我们今天哦，在台湾讲这些东西，有时候你看的真是好笑。为什么？国际有几个大媒体是很有名，譬如說美国《纽约时报》，美国《西人》呢，对不对？他们未必很客观，未必很公正，可是他是大报嘛。英国呢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BBC，BBC BBC 就是国家广播电台哦，它是一个类似他们英国的公司，可是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收看。 我们在台湾电视打开，你也看得到 BBC 啊，BBC 现在在报道台湾在抢购卫生纸，好好笑哦！台湾抢购卫生纸上世世界版面，是啊，这谁造成的？大家都知道，差英文嘛。欢迎全民来抢购卫生纸，这是现在最热门的运动啊，啊，春天到了，试试大家的身手吧。 所以以后不要再乱骂人了、啊，把我当做卫生纸，用过就丢。现在卫生纸可名贵了嘞。BBC 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啊、哦，报道台湾在抢购。啊，我们政府的理由是什么？各位朋友，我昨天在节目上讲，我们正赌理由是啊，国际都涨价啊。我昨天是用马英九的例子，用油价涨价。马英九时候油价一桶一百多美钱美金啊。 蔡英文现在六十几块美金，啊，各位照那个比例来算的话，没有人骂蔡英文了、啊，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蓝绿的世界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骂蔡英文了、啊。你要照那个比例的话，我们现在现在油价应该是二十块左右吧，二十到二十五块出头吧，合理吧？可是我们现在二十七块多，二十八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人讲啊。 为什么没人讲？因为我们是个蓝绿的世界，我们媒体都被绿营垄断了，被他控制啊，他们就是走狗啊！你看这些报纸、这些电视，那那些电台，哪一个不是绿营走狗？很少，少之又少。敢公平的来讲，就是小董，我最公正了、啊，因为我也会批蓝营啊。但是各位想想看，台湾你要听公道的声音，听是非之声啊，就是我。 我我真的敢讲啊，你都拿得到对照。那我们现在政府讲什么？因为国际纸浆啊、物料啊、对木材那个都贵啊。好，那我只问一个问题，各位，什么叫老记者？我因为我只问一个问题，记者要很会问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记者要很会问问题，不是我们台湾的记者就一堆人，然后有个人问问题，大家都写一样的，你看那种都很气，你抄我，我抄你。 啊，电视台的电视台看今天报纸写什么，赶快去抄，抄完以后发现啊、哎，原来是抄错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最近有个新闻，有个小姐啊，把自己弄成好莱坞个有名的影星，去整形去美容，弄成一个球力也各位有没有看过啊，《古墓奇兵》的球力也然后她上网，哇、哦，大家疯传，全世界大家疯传，后来她。 隔了好几个礼拜，他说：“其实那是假的，我并没有整形成这样。欸”哎，大家把它当做一回事。告诉你，那些东西都是假的。台湾的电视報、报纸讲到政治，很多东西都是假的。那有很多东西也没有，也没有啊，问到重点。台湾在抢卫生纸，政府说。 因为国际原料涨啊，木材油料涨啊，哦，木材的原料涨啊，怎么小董只问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只有台湾在抢卫生纸？难道美国人不擦屁股吗？日本人不擦屁股吗？各位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在抢卫生纸？他们的卫生纸不涨价吗？没有啊，我上网查一下，美国还有卫生纸在促销大打折嘞。美国真的、啊，各位上网去找一找。 人家还在促销大降价，因为互相竞争啊。怎么我们在要涨价，而且大家在抢？各位，我我讲有没有道理？就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别人没有？为什么我们有？啊，都是民众恐慌心理啊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日本人不恐慌啊，奇怪、欸。阿拉伯人不恐慌啊，好笑吧？各位，这就是一个政府的处理态度啊。但是我讲哦、喔。 因为你执政，你要负全责嘛，执政就是这样，哦。那但是哦，我们看哦，在台湾社会，你只要讲到这个哦，政府就会装装有一些动作。我们现在联合稽查小组要请那些业者来喝咖啡了，哦，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了，这个是怎么样假动作，啊？表示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有在做事，老百姓都知道。 哪里买不到，都知道哪里在涨价，只有官员不知道，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你说过去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有可能不知道吗？现在手机这么发达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每个人都在用智慧型手机。现在有什么？哦，罗斯福路二段一百零二号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哪个柱子都把你抛上网，一随便就这里拍一张图，哎呀，柱子在哪里？马上就知道，对不对？ 现在怎么可能？现在不是资讯不发达，说哎呀，我還要到去访问在哪里哪里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什么在哪里的。现在你等于说不到一分钟，你就会知道哪里，因为民众动不动什么东西就上网嘛。像小董过去过去讲、啊，哦，那时候很多人讲找不到工作，我说怎么会找不到？很多工作你不做而已，没有工作来找我。 那三立新闻就要修理我，啊，因为三立的新闻哦，他们董事长哦，又找高雄师爷去开房间，常常被我修理嘛。啊、哦，这个董事长叫林坤海啊，因为他是台湾最有名的逃漏税大王，逃漏税检察官来轻重他。哦，那这个女艺人叫严小晶，严小晶他爸爸叫严文章，我也认识啊。哦，过去在立委員当过立委，他跟林坤海是好朋友啊。当然了。 好朋友哦，最后哦，好朋友带他的女儿去去摩托，所以三立新闻非常痛恨我。那陶乐说又被常常被小董讲，气的要死哦。检察官又放水，那他就很气啊。所以小董一讲这个，他们就马上一秒钟就截下来了啊！你在电台讲这个，然后就来堵我。啊。那这个行业我也很熟悉啊，我当过记者。 当过电视主持人，当过电台主持人，我也知道你们要玩什么把戏，我拒绝受访了、啊。他们就一直逗我，一直啦啦希望我讲话，我就不讲了、啊。因为我讲话哦，最完整的当然就是电台，电台讲讲讲那个就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，我时间都不够用啊。哦、我讲真的，但最完整嘛，他们就。 然后就发动一些人哦，打电话到电台抗议。我、哦、你怎么那么嚣张？明明没有工作。我说有工作你不去呀、啊？怎么会没工作？为什么？因为台北执行中心呢、啊？以前那个主任跟我很好，他跟我讲说，他执行中心都招不到人。我说你执行中心做什么？他有学电脑的，有学水电工的。我们水电工来训练半年，我每个月还给你钱。我们训练到两两三个月。 那些电器呀、啊，那些建筑商啊，什么都来，马上把我们的学员都定了，可是我们都招不到人了、啊。我说他、啊、起薪多少？他说我们，我从我们这边出去哦，那些很多很多建商啊，或怎么样哈、哦，或电机行啊，大的电机行业，因为他做那种建筑那个，他说我们起薪才三万五啊，人家都不来啊，三万五你知道吗？ 我说他爬上爬下，他现在哪有在爬上爬下？要拿很重没有？现在哪有拿很重没有？所以我就说，没有工作来找我，我帮你介绍去执行中心嘛，我帮我那个朋友拉生意嘛。他是什么生意？他是台北市政府嘛，我也不图利益嘛，对不对？结果三弟说：“喂、哎，你会讲话不可。”我当然很气，但是我知道你要弄什么把戏嘛，所以我一句话都不讲。 一句话都不讲，他们还能做新闻啊？就一直做我，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就不晓得人间疾苦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好，那小董告诉你什么叫人间疾苦。台北市政府今天开始要招一些人了，这些人做什么呢？台北市政府他们叫 A 片顾。所以你不要有公务人员资格，你只要现在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都有大学学历吧，大专学历嘛，你就去叫 A 片顾。哦，我告诉你啊，薪水有的五万多、啊，当然我不保证都是五万多。 至少都三四万了，至少都是三四万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工作从今天报名到三月五号，听清楚了。我讲这个、哦，你也可以上网，台北市政府救护哦，劳劳动局有个叫救护的网站啊，你上去里面会更清楚。啊，他四月十四号到十五号要来考试，他有二十六个机关哦，有七十九个职务。 就你去当公务员啊 a 评估哦，里面他也有年终奖金，也有什么，是不错的啦。各位各位朋友，小董有这种都会通风报信啊。哦、但是哦，里面哦这七十九个职务、哦哦、里面薪水四万多以上，至少有二十六个、哦，各位很吸引人嘛。但是很多小朋友，你要不要去？ 不一定哦，我那天看一个十八岁的小朋友，人家通知他面试，他说那我几月几号去？结果对方还在考虑中，他就在在因为在网络嘛，哦，在等于说在赖上面跟他互相对打，他就破口大骂。后来这家公司只好跟他讲说，那我们没办法那个，如果你的修养是这样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希望人人有工作。 人人的工作都好，而且人人工作退休以后都有好的保障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啊。可是政府答应的能不能再变更？各位你想一想看，能不能变更？我读金门高中的时候，政府来招生，哎呀，金门而且小董汉照这么厚，对不对？相貌堂堂啊，你。 你们这种人最当兵最好，把我们都留下来，找一堆教官，找一堆军校的，然后来学校还特别把学生都留下来哦，男生都留下来来，然后告诉你当兵有多少好处，你只要满二十年，我们政府就养你一辈子哦，然后你将来的家里有哦有哪些补贴，薪水有多少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你从官校出来你就有多少哦，每天讲。 啊，我读国中也碰过一次，国中毕业，哦，毕业班男生留下来，啊、哦，来叫你去读士官班，金门高中毕业叫你留下来，哦，期望你们去读军官班，就这样啊。那二十年，这是那时候的承诺。现在政府说我要违背承诺，可以不可以？我们为什么叫他政府？政府最重要就是人民的一个信赖单位。 今天如果人民不信赖政府的话，这个政府很多东西是很难推动，对不对？那政府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没有钱。欸”我看不会没有钱呐、啊，我看政府很有钱呐、啊。我们现在还有退税政策，才通刚刚通过哎，一个月前立法院才通过，大家都税务都减轻了，对不对？一般人减的很少，大老板减很多啊，表示我们政府很多钱啊，我们一年多收的税金，一年多收的哦，比你预定划定。 法定我们叫做税入嘛，啊，开销我们叫税出嘛啊，我们要判预判有多少哦，哪个东西有多少，我们每年多收的税收啊，多收的哦、啊，比你法定多收的一千多亿啊，我们这些现在你要改的这金工教，这些最多有个几百亿而已啊，比你比你多收的都还少啊啊，你正如一直讲没钱，没钱你又要去退税。 不是退税，就是说要减税啊！减，把你那个所得税的，把你减降低啊。哦，啊，降低，政府要少收，因为我钱够多啊，那有没有道理？听不到，欢迎小董真心话，妙德生上校啊，现在还在台大的加务兵王，他是八百装饰的中间人物那吴思怀中将。 他原来是陆军副司令退的啊、哦，他跟八百壮士已经在立法院啊、哦、前面非常久了。他今天也是心脏不舒服昏迷啊，因为他们都在现场抗争了一个心脏不舒服昏迷，一个是摔成重伤啊、哦。那吴十怀中将现在啊、哦、已经没事了啊、哦，等于说缓和了救回来了。妙德生上校啊、哦，因为他头部着地。 将近十公尺的高度，所以啊、哦，很多媒体说写说不乐观啊，小董，我讲啊，我们大家替他祈福的话，哦、应该用大家的祈福的力量啊，我相信他会再回来的，因为这个战场需要他，这个战场需要他。妙德生，妙上校，赶快回你的岗位，不要。 给我躺在那里，军人家像个军人，哦！但是各位朋友，你看看到，廖德生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军人，他从广州走路到卢沟桥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三千六百公里，一个人花了九十四天，然后在去年的七月七号走到卢沟桥。 是一条汉子啊！各位，在台湾哦，又这些年来少打仗了，很多人不晓得军人的伟大。我讲，我也不是军人啊，我爸爸还不是啊。当然，我当过金马自卫队，哦，我服过两年兵役，但是我知道军人的苦。这苦，他因为有一个东西撑着啊，这东西是什么？是家跟国。 家国啊，国家的责任在他肩膀，家人哦的力量让他捍卫这片土地，这就是军人啊。你没有碰到打仗啊那是没碰到啊，因为你很坚强的守卫，让人家不敢来换你啊。那你说啊都没有打、啊，没有打是因为我够强啊，别人不敢来找我啊。你要不要？ 去找馆长打一架，领口那个馆长，呃、欸，都没有看他跟人家打够，也不晓得他功夫怎么样，又没有人敢看他打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一看馆长，我全身刺青这样，哇，全身肌肉这样焚起，没有人敢跟他打。哎呀，他他功夫是假的，他没有，没有人敢去找他挑战啊，不是吗？啊，因为你够强，没有打够啊，我们就看另外一面啊，他都没有打够，他假的啦。 可以这样吗？我们军人扮演的角色，捍卫国家，我把我的胸膛挺出来，把我的精神亮出来，敌人就怕了。过去有没有打过，打过很多次，是很多年轻人没看到，我们革命军人是抛头颅、洒热血的，很多你看不到的，你看到，他不只是陆军在打仗，海军在打仗，空军也在打。 空军不打就演习，所以所以你还记得我们有个幻象战机？然后你还你还记得我们的飞行员还在海底吗？不记得了。社会上就这样。大鹏部长洪志官讲了，哎呀，讲的都被撞在立法院甚至骂骂脏话。 现在呢，人有捞出来吗？啊，小董，当然我不要考你了，因为你们一定又把徽官的名字忘了啦。啊、哦，他叫何子乙、啊、人可和儿子的子，下禹的禹，很好记，何子乙，有谁记得？没有人记得，新闻过后都忘了。哦，你说哦，对对对，有一家幻象，去年十一月嘛，对不对？阿、啊、志，各位现在。 明天二八，后天就三就三月了，后天就三月了。他的家人，当然他早就知道他死亡了，可是他连遗体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嘛。跟我讲啊，是啊,啊，金人就会这样。好，那我讲不是金人，有有一架黑鹰直升机，记得吧？有没有找到啊？好像也没有。哎、欸、啊，不是，不是过年前在哪里有个人？ 身体不舒服就在是，你现在记得了吧？各位也没也没找到啊，战战斗机找不到，直升机找不到，是啊，你可以看到那些人都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今天看到了。 台湾其实很多人在帮我们这块土地做事，有的人牺牲性命，可能你觉得和你无关，你觉得军人在捍卫，可能和你无关，怎么会无关？我们很多人享受别人的牺牲奉献的好处，然后不知道，然后觉得我本来就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，我本来就有，你本来就会有手机，因为我爸爸有钱，你爸爸为什么会有钱？ 因为我爸爸很会赚呢、啊，啊，怎么很会赚？因为哦，他他开了一家公司啊，这家公司在海外赚了很多钱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你可以这样讲。那你没有一个制度，有这么多人，他有办法赚钱吗？各位，我们这个社会缺少感恩的感恩的人呢、啊哦，真的是感恩的人，但很多人不这样想啊。 哦，认为很多东西就是顺理成章，本来就有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本来就有的。除夕，蔡英文跟一个叫史明的人过除夕啊。史明是谁？台独大佬。大家看他做的轮椅，全身白头发，留很长很长的白头发，对不对？史明去年的除夕跟蔡英文过，今年的除夕蔡英文又跟他过？小董都都觉得很奇怪啊。 这两个人，哎，我们过的是中国的除夕春节呀、啊，啊，你们搞台独的人跟人家过什么除夕中国的春节呢？对不对？你们这些台独人脸皮也跟人家不一样，所有好处都要，那你就不要放假，你拆文就上班啊？你你搞台独又要过春节，要放放六天假，你不是羞羞脸吗？ 你应该是放弃中国的春节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过除夕、过初一、过怎么样？这个是从中国来的，而且中国人也在过，所有全球的中国人都在过。中国大陆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香港，甚至美国的华人啊，大家都在过，的中国人都在过，过中国的春节啊。但是你这样看到，它是一个欢乐、一个喜庆嘛。 很多人他不一定有喜庆的日子可以过，就像我讲何子乙的家属，他的家人，黑鹰直升机那些人的家人，他就是要救一个人而已，救一个人，可是大家都栽下去了，都忘了。台湾社会哦、喔，我们现在缺乏了传统的感恩的美德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你你现在听小董在这边唠唠叨叨。 觉得说：“哎呀，不要听你的，我要去抢卫生纸。”蒋经国时代也有抢购卫生纸，人家怎么做的？蒋经国当行政院长，孙运贤当经济部长，他们也有一套一套做做法、啊。有啊，为什么？他那时候危机比现在更厉害。那时候是石油危机，那时候中东在打仗，油国的油不出了，你台湾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油，石油带动所有行业啊！ 一个纸张不会带动所有行业，对不对？一个纸浆没有了不会带动所有行业，石油会啊！你所有工业的动能，你的机器不能动了，所以要很贵。我们的石油危机蒋经国是在经历过两次，逢凶化吉，台湾的经济照样成长，而且标数，我我讲真的。啊。 你说这十年来台湾有没有经济标述过？有吴敦义当行政院长时候标述过一次，经济成长十几趴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哎、欸，小董你胡说八道，怎么可能是？各位去查资料。吴敦义当行政院长，我们的经济曾经飙过十几趴，我们现在两趴、三趴、一趴都每天都在讨论这个无聊透点。我真的讲，老百姓要有感的话，你不要中民进党的计，民进党每天只在想选举嘛。 选举就有位置，有位置就可以钱来花后，没有位置我也会安排他有领钱的位置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洪士光会有更好的待遇，李世光原来经济部长十九万薪水，现现在变领四十万，卸任以后领更多。各位，就就就这样啊！所以民进党钱不够，我就要去抄妇联会，抄国民党，妇联会把钱给我，你这三百多亿给我，我就不追究你。 但是，我党转会不追究你，我一个另外一个单位叫出转会会不会追究你？我不知道，那说了等于白说嘛。各位，今天谢谢你收听。谢,謝。